遇到超瞎病患，医师也傻眼。我有我要甲医生讲，然后叫医生来。你做久无做手术啊？吼，你个死人，你个店会关起来。有一个妈妈，还有说谢谢你，我怀孕了。有一个庙公跟我说，你们这个地方福气很好，很贵。泡泡看起来还好，没什么问题。他说我根本没有看到病的感觉，顺便给我药膏拿两支好了。今天晚间九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